谢谢我身边的朋友，你们的关心，谢谢。那有关于昨晚的事件呢，已经告一段落了，那对方已经抱歉了，那我也接受了。因为在这个疫情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在生活上是蛮困苦的，那尤其在收入这方面，那每一个阶层都是一样的。那使我反而觉得呢，这个效果在反的方面呢，宣传得很快了。那我也感谢这个大豆，然后也让我在我的生日上呢，生日的日子里呢，收到这么大的礼物，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宣传会传得这么快。那希望大家呢，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所以呢，我也原谅他了，谢谢。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误会发生了。